我现在已经离职了，还在替节目着想。我觉得你们这样吃的话太屁事了，我们就要做一点刺激的事情，这样节目才好看。精彩的吧？我的好朋友，槟城两大夜市 PK 赛。我们最想吃什么？最想吃什么？叉杯条，叉杯条耶，叉杯条。这几天一直听到叉杯条。咖喱面，咖喱面，咖喱面好。青花。烤红鱼。魔鬼鱼，魔鬼鱼。这次来还没有吃到。我想吃那种冰，然后上面有绿绿那个叫。啊，煎多，煎多了，煎多，煎嘴 OK。这个，想吃都可以吃吗？那我们这次游戏规则是，我们会分成两组，那两组呢，我们会同时写出爆炸米角，米角，对方只要写吃的我的这个米角，那一整组就结束，不能再吃了。那有两个夜市，对，那怎么分夜市？我要猜拳，一个是新官宅长夜市，另外一个是宏源夜市。这两个我都去过，你都去过，哪个比较好？我要去新官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们去新官。好，这不是你们决定的。谢谢。新官好不好？好。剪刀石头布。新官耶！我们新官。OK， 我想想，我想想，因为这个我好记得，我都虚。你又懂了。新官好像它的范围比较小，所以很容易爆炸。那个花园好像红雨比较大。对。这个好，那表示它产品比较多。好嘞，我们决定去红源夜市。那我们在车上写，车上讨论。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讲个大声，我听无。白痴，我跟你想法一样。你大声一点！你大声一点！连我都听不到，你别麦好不好？这别个麦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。我也是，我们还是一样写很贵一条，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不会写。说真的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也会想冒着生命之差贵。不要走在那边前后前后吧。还是我们现在安静洗澡，听他们讲笑话。他们有可能，假设说我很爱吃茶贵条，他们可能会洗。对啊，对，那我整集我就都不吃，而且。我觉得超规矩，反而是安全。我跟你讲，待会逆向超规第一间店就是超规矩。会不会大家第一间店就搞了？我敢，我爱赌。那逆向操作点一个喝的，要不要？好，我们点矿泉水，他们一定会可以，这可以，会吗？不会，下去不会喝了，下去不会。刚刚那个监督是谁？我问那个监督吃什么讲的？不要哭呢，你不要哭呢。他们那一组有牛奶又有西卡，很爱吃冰。冰会重，但是有可能是第二个或第三个才重。我跟你讲啊，我有想到几个啦，一个叫龙龙，海南鸡饭。那里没有。对啊，鸡蛋，海南鸡饭，其实是新加坡的。因为其实那边全部都是摊子，鸡饭比较。我再想一个，海鲜，陈木心喜欢吃海鲜。好了，那我们红条鱼。红条鱼呢？海鲜敢吃吗？像我都不敢吃长尾鱼。拉萨。这一趟下来，我发现大家对于那个馄饨面，而且我的室友跟我讲过，就是社长他说那边你一定要吃馄饨面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要唱歌了，那我们来投票。告诉他，我们的炸弹题目就是馄饨面。哇塞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跟去麦当劳有什么两样？是不是很坏啊？那我们一起来叫一下，变成加兰加兰加兰。我们好了，我们一半了，一半了。队长，队长啊，你要不要跟我互炸？炸什么？如果你五关全部过的话，我们就提供，我提供。500块马币，如果我们五关都过的话，你提供500块。七五块，3500。
我不要。我就知道他会说不要，所以我会去找他的。队长，我提供一个人选，严永烈给你。永烈，我再一次提醒你，我也不要。哎、欸，你喊一个数字，然后100块敢不敢？100块我觉得好敢。300啦，气势不能输，前面要踩下去。不然250好不好？250吗？等一下。200哎、欸，他们三个一人100就300。气势不能输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180。气势不能，220啊！200笑他不敢，200要笑你不敢。200笑你不敢啊！笑你不敢啊！200成交啦！最差200了，拿你的200啦！OK OK 啊！重点是你们还有一个，你快一点呐！刚刚有一个，还有老弟。更迷，刚查那边有更迷，哎，更迷这几天耗子也特别香，而且他们今天这几天都没有吃到。好，还是我们干脆一个。我讲一下，因为所有的菜单凹到。好更迷就是虾面，这两个我们都中了，因为在槟城，好更迷等于虾面。对，我们槟城人都是这么认定。真的是真的是真的。好的。棺材脚到了，你想吃什么？员工想吃什么？员工，你讲一个。我想吃牛排。牛排？真的假的？我，他要找我家牛排。我无法否定他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讲的时候，你一手给我，他说，我想吃牛排。好，可以。你说不，你对他说不，你对他说不啊！如果找得到，我就让你吃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好，第一个口味牛排 ，Let's go。对对对，哇塞。这个玩十次我都没有办法想出这个答案的，厉害！那你想吃什么？蔬菜汤吧。我跟你讲，我宁愿输掉。我第一个就去吃叉龟苗，吃蔬菜汤。哎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宏源。也不是我想的。哎呦，我记错地方了。你混蛋，这些看起来小小的，很容易中哎。我还听你的。哎，但不对哦，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哦，这边的夜市好像以这个华人的餐点比较多。对，港式啊，跟真的是完全中式的餐厅为主。他们应该没料到。他们没料到。所以我们就会很。所以我们比较吃香吗？因为你看什么鲜美番茄大虾面，我就不信他写得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个是宏源，它本来外观不是红色的，是因为呢，老板觉得说，哎，宏源宏源，后来才把外观整个涂红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啦。看小超的。这么无聊的理由。真的。插龟条，插龟条。还是插龟条。先看一下嘛。这样太卑鄙了啦，几个要吃来。韩式烧肉有来来，槟城夜市给我吃韩式烧肉，有没有这么想赢200块马币啊？哇，炸鸡饭呢？哇，炒黑黑的椰浆饭呢？啊，不然我们吃一只炸鸡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他在引诱我们，我们不能吃这个。对不起，他刚才说椰浆饭呢，好可怕。哎，远远就看到蚝煎了。蚝煎要不要放后面？放后面一点哦，放第六个好了。我们先吃两个冷门的啦。嗯，我们先过五关再说啦。不是，先帮那个找一下牛排。哇，好香哦！好香哎！好想吃啊，小可恶！哇，三块鸟呢？我问你一下哦，大哥，这个夜市里面吃得到牛排吗？没有啦，牛排没有。你要不要这里吃一口啊？吃过就有。真的。哎，我觉得福建面不会中哎。真的吗？对啊。福建面是牛奶爱吃的，我们都还好。哪里来的？他知道我们的喜好吗？我们再走一下，我们先走。福建面我感觉跟那有点接近。这一个夜市算是来对了。刚刚我们的导游有讲，你会发现人很少，哎，因为这是当地人才会来的夜市。但是你看，好多外国人，哪有？他前面就玩玩外国人呐，这个当地的外国人，他们是住这里，他们住这里，他们你去跟他聊天，他用马来话回你，我跟你讲。这个与其说是夜市，比较像美食街的感觉。水饺如何？水饺一定过。我们让大家看，我们先让大家看一下，介绍一下。炒饭他们应该美国炒饭总不可能吗？炒饭啊！哎，水果总不可能吧？不是，不管是美国炒饭还是槟城炒饭，只要是炒饭，我们就挂。对。炒不要聊啊，有啦有啦。炒面啊，好煎这个，好煎的这个。所以你看，你在你
在任何的夜市都可以吃到他们当地的，甚至有一些是我们平常看不太到的。哦，这粥好想吃哦！哇，咖喱啊，啊，娘的！可是咖喱还可以被选。啊，我是桑拿。可咖喱算是一个选项，不是不是是一个菜吧？咖喱是一个食材，所以可以。对啊，我想要吃黄金豆腐也不会重。我们拓宽了啦，想要吃什么都可以啦。有那个我觉得娘惹菜不错，因为算是道地的菜色，可以娘惹菜，娘惹可以。还有 Korean food 嘞，这 Korean food 一定可以吃了吧？谁会想说来这里吃韩？而且还有韩式的。这样太卑鄙了啦！几个要吃来。哇，叉烧干捞云吞面看起来好吃喔，这个我也想吃啊。这个其实超马来西亚，他们就是做那种香肉啊，把鱼就是姜放在那个香里面，肉香肉。这个叫什么？酿豆腐。哦，这个很马来西亚，而且他们一定也以他们的智商，一定也是没有可能写这个。哎呀，酿豆腐放前面。哎，酿豆腐可以，我想要。哇，那个鸡翅挂着这样子，不要鸡的，不行啊！那个鸡翅在讲，他们也知道我爱吃肉啊。不是的啦，不是的，最后一天再给他这个鸡翅这样挂，好好看哦。是，这个好吃，你先吃吗？最后一家，你败家子弟，有什么话说？富贵险中求，你敢？对啊，我当然敢啊。来一个，实现你的愿望。来，什么？小饼我觉得可以，那个饼呢？好不好？加一。哎，这是呢，这就是里面可以放椰丝啊，或是它是什么香蕉、玉米。哈呀。这个怎么也想不到啊。这个我都没吃过。对，都连吃都没有吃过。但是这个是这边的传统小点。嗯。好妙哦。哎，怎样？好想吃叉龟雕哦。没有听到吗？有懂你吃看看啊。差不多第二摊就可以回家了。六年之前抽空，真的很不冰城的食物啊。老板没有，是当地小吃。老板没有，小吃啊，至少介绍了一个这边的，很好吃。这边有这一种烧饼，香香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很辣很辣。好吃，那这好吃。你这个还有脆，我刚刚那个没有。对，要吃热的，现做好的。哎，阿爷的好哎。嗯。哦，这个好吃，好吃。好香哦。我们第一关有没有过？谁会吃这个？第一关怕。我觉得我们要负责任一下啦，我们还是要吃一下当地的美食。好，那我们先试试看香豆腐。我觉得香豆腐真的很难。鸡翅啊。有点像。第三个鸡翅啊。对啦。我真的很想吃。鸡翅，我觉得很。鸡翅最后一个啦，我也要吃叉龟屌啊！叉龟屌，叉龟屌，叉龟，你等我们五关过，你再吃叉龟要屌了。你刚不说要饱吗？我想吃叉龟屌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点叉龟屌。来，血对不对？来，叉龟屌的举手。富贵险中求啊！叉龟屌，这也才半票。鸡翅的举手。鸡翅会比叉龟条危险吗？会。觉得我一开始提的那个对方的米角，Lok Lok 真的不错。他们应该看到 logo， 他们会觉得那是安全的，就跑去吃。他们一定会吃 logo， 不到里面一定会吃 logo。该关要吃什么？吃 logo。logo。他们一定会吃 logo。吃 logo。logo。不到里面一定会吃 logo。哦。站着吃。为什么它叫 logo？ 因为弄干 logo 哎。好，你想吃的都把它弄里面。马来西亚式的涮涮锅。你也可以吃。啊，对对对，青菜一组的，你看他的笑容多么发自内心，最推荐什么？什么都好吃，什么都好吃。一个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最好吃的，这个炸馄饨啊。他最推荐的炸馄饨，捞，这要自己捞吗？哦，自己捞啦。快乐，他们的招牌炸馄饨啊，好喜欢喝沙茶酱哦。花生的颗粒跟气味啊，来这边没有吃这个，雪蛤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说叉龟雕了，这边的特殊的气味雪蛤。这个大概多久？可以的，雪蛤十秒。哦，我第一次这样直接吃雪蛤，但真的十秒很，中间还很深呢，会有点爆水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的那个组织还有点半生，咬起来会脆脆的。是我最想吃的菜，真的，吃很久了。
好吃，可以，好吃了。你第一次吃香豆腐吗？不是，这应该是我第二次，第一次在吉隆坡吃的。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哎、啊！我觉得这个汤还不错呢，汤好喝哎。它的滑真的好好吃哦、喔。啊。你吃什么滑？里面的这个、啊、香辣椒滑。辣椒滑。而且在我们这么多天下来，这一道汤头算是比较平比较清淡的，对，比较没那么刺激的。但是它微微有一点葱啊，那边蒜酥，蒜酥还有加一点点蒜酥在里面，蒜酥在上面，好喝，真的好好喝，可以，这个好吃，我可以一直吃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黑更呀，有点像黑更，黑更很好吃，很好吃。那有人吃这个吗？哎、欸，这算是小肉粽吗？哎、欸，它里面很好吃哎，它有点咖喱的味道。哦，对，很好吃，咖喱的黑更。而且最舒服的是，这个绝对不会爆，心里很舒服。对啊，来，你吃给我看。他在吓唬你啊，就是吃给他看啊。对，不用怕、啊。对啊，怕什么？等一下吃给你看啊。啊，怎么样？恭喜过关。对。哎、欸，肉肉吃那么多段，他都没有表示我、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刚才放，我看你员工吃的很开心。我们没事，我没有放哎、欸。肉肉，好好吃好好吃。哎、欸，你有吃那猪耳朵吗？哎、欸，猪耳朵好吃到傻眼。对啊，它吃起来怎么已经像牛舌了、啊？对啊，我家里面很短。那我要再一个。好。要瘦的跟肥的一起，一起一起，给我一个可以当闹着玩员工很幸福的表情。真的。可是我们没有点哎、欸，你们这个啊？可是我们在玩游戏耶，这样可以吗？哎、欸，鹌鹑是鸡翅吗？给你尝试一下。等等，他请的不算我们点的吧？我们吃的如果爆也不算吧？你们吃进去就算啊。哦。所以这个如果吃的话，算第二道。对。啊、就是说你们决定要不要现在吃，因为鹌鹑其实就是小只的鸡，那鸡翅就有包含。鹌鹑算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小鸡仔啊。不一样吧。对，那边有写炸狗小鸡。这样烤手鸡蛋，小的鸡蛋、欸，真的。那等一下再吃好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我们再吃。我真的很想吃，非常极度想吃。那个一定是虫子叫它来的，太危险了。所以不要开玩笑了，好吗？小心点。你们吃快一点，我要去吃第二道了，快点。换你，冒险一下。OK。现在要不要放后面一点？豪坚现在就走。豪坚走。豪坚走。假的。冲了啦！也才两个选项，你每个都危险，你要对吗？好，危险中选。我希望今天晚餐不要豪健吃到饱。很想吃啊，拉萨。很拼的，很拼的哦。豪健呢？耶！甘老师点的豪健。勇敢的吃，好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个很像我们台湾的那个芝士的蛋饼，对，那个叫做粉浆蛋饼。哎，就每一家豪煎的风格好不一样哦，酱料也不一样。我们吃了三家的都不一样哎，它这家比较软。你点对了，超赞的。绝对不会吧？我觉得会再吃下一家，绝对你们。哎，说真的，吃到这么好吃的豪煎，就算它爆炸，我还是会怪你。还是等下放。放心吃啦，没过啦，没中吧。可以误上下一个。哎，勇于挑战，点啤酒的几率很大。怎么样，我们勇于挑战？哎，玩大一点啦，擦龟雕啦。后面一点再玩好不好？敢不敢？不敢，先真的冷。只有你敢，你敢吗？第五家好的啦。今天我们带员工出来，要让他们开心，他们都不要，我是不会有第二个，绝对不可能。真的，我心里只有他。嗯。闹着玩的员工是我心里最软的那一块。最软的那一块。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酿豆腐，哎，我们接下来刚刚讲好了要来那个娘惹一下，对，娘惹绝对特懂的啦。石斑鱼头、老虎虾、魔鬼鱼，哎，魔鬼鱼有点危险，魔鬼鱼危险，对，魔鬼鱼危险，好不好？老虎虾，老板，我看到一个东西。
记得是每次马来西亚夜市我家人都会吃的是那个慢煎糕，哎呦，夜市都有，可是以他们的智商他们一定写不出，当然写不出来，那个是什么，那什么 cheese cake、这个就是跟台湾那个车轮饼的皮有点像，它是一整块然后这样对折的，这个很适合当甜点，对不对？最后一道，什么都最后，他最屌也最后，鸡翅也最后，鸡翅最后，对啊，就是不要吃鸡翅，那就想要吃鸡翅。现在这种心情，我们俩我们快过关了，这个娘惹的过了之后，是个慢煎糕，再来第四道就是咖啡屌了，对，然后第五道就是鸡翅了，好吗？为什么留了这么后面？过关拿到200块，你要吃多少鸡翅没有？对，想远一点。好香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五关过了以后，拿到200马币，我炸食堂给你。我们如果过关拿到200块，你要吃多少鸡翅没有？你是个下贱的人。看起来好吃哦，这个鸡皮。你很过分哦。在拍广告是不是啊？紧张，好贵。炸鸡皮，美工炸鸡皮的，他觉得胜之不武啊，这样没意思啊，对啊，可是陈炳丽一定是这个路线，不是啊，我这样跟陈炳丽有什么不一样？跟他一样有什么？所以你现在是在说你很不屑跟陈炳丽这个人一样，对不对？钻漏洞，钻漏洞。你接下来想吃什么？鸡翅。鸡翅。是个人的想吃于度外，我想赢那个200块，所以我要吃慢煎糕。其实只有你爱吃而已啊。对啊，你看他插柜条是大家都可以。插柜条因为之前吃太多次了，他们就说他们就反向思考。你说现在是一个党内的，你知道意见的纷争出现了。我知道他们知道我很喜欢吃鸡翅，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不敢点鸡翅。慢煎糕是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家庭来夜市都不会错过的美食。我知道你很想吃，我知道你很想吃，又是维系家庭和乐的方法，不如我们就吃一个慢煎糕，大家和乐融融。你们太和乐，太和乐，鸡翅绝对哦，是这个知名度比这个慢煎糕还要来得多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。哎，来到马来西亚，你不吃烤鸡翅等于没有来过一样，没有听过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没有。哎，吉隆坡黄雅华烤鸡翅那个多有名啊，是不是？对。第三位候选人，孤单炒粿条。我现在已经离职了，还在替节目着想。我觉得你们这样吃的话太屁事了。你要做一点刺激的事情，这样节目才好。他讲的比你好，有说服力，对不对？我稍微有一点动摇，而且之前一直想说要让我做节目，一直都没有机会做。哎呦，这地址老板啦！没，不是说老板不让我做，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做。现在终于有这个机会，好，那我参与一下嘛。我觉得有道理，我觉得我有点被他说服，我也被他说服，有道理。如果真的让他点炒粿条的话，如果真的一次就爆，我就让你一路好走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各位，我们先党内初选。那好，那我变到炒粿条，现在已经三比，现在已经3-2了。你还要鸡翅，还是要炒粿条，还是要那个什么？慢煎糕。慢煎糕，就剩你一个。下一个来，要挑战怎么来？真正的大挑战。烧鱼不算挑战，烧鱼不算挑战了。你不就是要顶叉龟屌吗？不要这样，你看这表情，现在才第三关。可是讲真的，你为什么知道？可是讲真的，叉龟屌是有一点点腻的，吃很多的。啊，你没吃到啊？对，用柔情攻势。哎，刚才精神喊话好像说着说着就走了。哎，我们条件应该不会走吧？龟条汤应该不会重哦，而且我们这几天还没吃到汤的，是真的没有吃过龟条汤哎。之前不是说有龟条汤是用什么鸭肉跟鸭骨去熬的？不好意思，鸭肉那个不能下车那一集，你没有下车的时候我们吃了。哦，这样子哦。哦，对。因为我想求证一下，如果是鸭肉我就不要了。哦，好。猪肉可以。我喜欢猪肉的我才要，是猪肉的，哦，就是这个了。龟条汤，还有猪肚啊、猪肉啊、猪血啊，都有。那我要猪杂，哇，肝胆呐、荤等呐，哇，整条这样子。哦，大肠头，大肠头，哇，大肠头，这是一份的量。对。哦，这是一个火锅吧？哎，别刚刚那里，他们自己用。哎，对哦。没有龟啊，龟啊，你们没有那个龟啊？他忘了。
吧？龟寮都没有龟寮哎，我们都是猪杂。喜欢吗？好吃哎，欧北菜哎，欧北菜呢？有中你。我几块都塞。它煮的很清，然后沾这个酱油辣椒，完全就是台湾口味。清皮哈、哦。完全是基隆口味吧？基隆口味，而且它猪杂处理的很干净，没有什么味道。首先你看内底猪杂这多，但是伊的汤则清着。就清的你看，就清气的，马来西亚的关东煮，所有的那些猪杂的那个甜味都在里面，喝这个汤好棒。就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你们这一关就可以先领走。好，我们这一关要过了。好好奇，上次踩到雷了。羊惹虾，放心吃，会不会很辣？哦，就是这个香料的味道啊，正点。羊惹。哦，这么酸辣舒服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，很好，谢谢，很香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像这种如此这样子的一个酸酸辣辣的，为什么是娘惹？娘惹是这样子吗？对，娘惹，因为他们的菜色偏向马来人的菜色啊，马来人就偏爱吃辣啊，酸之类，所以娘惹很多菜色都是带酸带辣。哦，酸辣就对了啦。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吗？它吃起来跟东阳很像吗？很像，像，但是我觉得它甜度比东阳高一点。这一道他们绝对想不到，小贝玲哥想不到啦！恭喜过关，耶！轻轻松松嘛，轻松嘛。接下来节目精彩的要来了，要去买臭龟苗。现在已经三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现在已经3-2了。你还要鸡翅，还是要炒粿条，还是要那个什么蛋煎糕？蛋煎糕，就剩你一个。炒粿条，3-3了，3-3了，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就是第二轮演说，有没有看过？辩论不是辩论，就是节目太假。我觉得节目也够长了，对，我那但是不够精彩，不够精彩。讲得太好了，所以我就投炒粿条一票嘛。是呀，恭喜我们的小丑获胜，炒粿条。好好奇，上次踩到雷了没？好，一定要大魔王，一定要。好，炒粿条。不是，什么？云吞面、叉粿条，然后再一个拉萨，三选一。我就拉萨，三个大魔王选一个。我想要保守一点，我其实有时候觉得陈炳丽也没有那么小人啊。哪边危险我们往哪边走，而且还要过关。我最欣赏你这种勇往直前还要当王的气势。各位，最后一道，珍珠奶茶。好，我真的瞧不起你。云吞面、叉龟条、阿三拉萨。你这么坚持，投票。拉萨举手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觉得他会吵着吃炒粿条。六票过了，就是拉萨。议员，您朝思暮想的炒粿条，哎，有可能就到这里了。其实我也不瞒您说，我也觉得中的几率蛮大的。为了节目嘛，为了节目。对，要爆点。对对对。其实因为我也试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该回饭店了，所以才拼你一把的。没错没错。两个撩妹要见啊。炒粿条。其实我最想要吃的是烤鸡翅。真的很喜欢吃马来西亚的烤鸡翅，马来西亚的烤鸡翅真的非常的好吃，它的sauce是在台湾吃不到的，非常非常的香。烤鸡翅，台湾的那个阿三拉萨，你刚才你有吃哪一档啊？我阿三拉萨都还没有吃到，我想吃阿三拉萨。没，11号的好吃。11哦，嗯，对，谢谢姐姐啊。刚刚我们来的时候还是空的，现在你看，哇，满了。这边如果来一个歌舞青春多棒啊！你带几个八拍，我来跳一下，快。丢脸，丢脸，是不是觉得很丢脸？哈哈哈哈哈！不丢脸，不丢脸了，不丢脸了。丢脸不丢脸？你永远是我心中最最美的那一块。上一个八，你在中间，你在中间，然后往前上一个八。新官宰角之歌舞青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
Number 11，有吃过吗？你们吃过拉萨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没吃过的举手。都没有，都没有。哇，哎，记录哦，一个新的记录。人生第一口，人生第一口，哎，下雨了。哦，上面有鱼肉的碎碎，然后像米苔木的东西。米苔木是米苔木。它有很多香料。哦，太好吃了吧！哎呦，难得第一次吃拉萨会中的哎。哇，好香哦，那个酸味。拉萨大部分都没有办法接受。怎样？就是各种东南亚香料的那种味道在里面，那个香气，然后加上酸酸的。嗯哦。哎呀，好欣赏，好舒服哦。姜芒味道蛮重。姜芒味道。想要再多点几碗吗？还有鱼。他要问，他问这个问题是，大家吃到饱，我们中奖了。哦，想吃烤鱿鱼，我还想要吃那个烤鱼。会变丁啊？我们是故意踩雷的。嗯，让他们呢？完全是故意踩雷的，因为本来就是要吃烤鱼的、啊。我好想吃鸡皮，我好想赢哦！你怎么忽然这样子？刚刚是不是就？刚刚不是他在讲啊？你忽然这样子，刚刚是不是就是我心里的眼泪啊？雨一直不停下，打乱这画家。他输钱了，他额外跟人家差逗人吧，200嘛。他们不一定会赢啊，对不对？第一道就中了，让他温书威嘞。第二道，来，议员，您先吃。来，您看看成功的成果，由您先开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吃了就算了，还没吃都可以不算。我们先想一下，要不要先吃慢煎糕？慢煎糕，我看。不用，不用，决定了啊。决定了，吃啊吃啊，真的吗？吃啊吃啊，不用担心。来来来来，议员不要怕啦，我帮你夹啦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不用怕不用怕。好吃吗？很香哎。这个味道，我是觉得不错。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那么会炒？太强了！它的蛋的边边都酥酥的，好好吃哦。焦香，焦焦的，然后哎，还有一点，这一间有点小小辣一点，但小辣还不错，好厉害哦！所以这间好吃吗？好好吃，好吃哈。那多吃一点啊！我就我就跟你们说，好吃慢煎糕。公布吗？还没公布啊？公布名将，恭喜你们中奖了！我赢了！对，你们两个，都是你们两个，你们俩跑票！你们不是讲最好这两个人跑票哎？慢煎糕高明明就我刚刚就说慢煎糕嘛，我就说烤鸡翅吧。我问你，反正报你刚讲的烤鸡翅有没有中？没有。那随便乱点哪几员工的话。精彩了吧？真的，其实我们是可以过关的，我们是为了节目，哎，怎么可能会点炒果条不可能嘛？到底是谁的米角会写炒果条？我们还是一样写炒粿条，因为他们会以为我们不会写。我也要吃炒粿条啊！炒粿条，炒粿条，炒粿条。你等五关过，你再吃炒粿条了。啊、你刚不说要赌吗？我想吃炒粿条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点炒粿条，不可能点炒粿条。我觉得他们不可能点炒粿条。欢迎啊！耶！提前进来的庆功会我想不到我的领导能力这么强。哎呀，谢谢姐姐。颜真有话跟你说，我永远都要追随你。谢谢，好棒啊！待会200块你们分啊！而且还要从陈炳丽的皮包拿出来，对吧？是吧？最舒服的吧？对。输的一方有需要走得这么雄赳赳气昂昂吗？我们又没有做错事，我们还提饭走礼了。没想到他的反反逻辑被我们的反逻辑反逻辑啦！预判了他的预判。是到底有多不能忍？一定要吃叉龟条，一定要第三道就吃叉龟条啊！那第六道再吃。我就问叉龟条的滋味怎么样？他糗哎，他糗哎，他糗哎！假装哎，假装气势不能输，假装。有赢啊！我们赢的理智。假装没听到。那什么笑声啊？你走不了，你是插龟雕了。一二三四五六
炸龟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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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外带炸龟脚啊！我吃完之后再外带啊！你要从他们队长的皮包里面拿200块出来。不好意思啦，我队长。哎，是我们队赌的吗？那个该扛的出来扛一扛啊！哎，加车，加车！该扛的出来扛一扛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就问，到底有别人拿？哎哎，干嘛？是队长哎！他真的拿出来了！有担当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这是公费还是你的钱？他的啊，公费。刚刚没有，刚刚没有吃完的，对吧？因为我对你了解，因为是刚刚给你没有错，没有错嘛。还要我铺这个，还有人接？啊，你的皮包在哪里？干嘛啦？没有啦，不可能嘛！要拿多少钱？不可能。好了，公费拿去了，开心啦，哎，开心啦。这个也是老板给我们的，就是说老板送的，我们一口都没吃，沿路店家一直送我们，一口都没吃。哇，你有多走下坡啊？真的，没有认出我了。啊，现在怎么样？谁在顶了？提早收工啦！最后一集马来西亚最后一集结束了，真的吗？要离开了吗？哎，是是是，集结束了，集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，马来西亚槟城很好玩啊，大家来槟城玩嘞，东西很好吃啊。开心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好不好 ？OK， 拜拜，赶快跟总监是说一声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啦！也是应该跟他讲再见的，就别上车了吧。刚刚最后握手是谁？萨拉玛加赞。萨拉玛加赞，再见，再见。而且他那个寿司真的是，你们三个一直在吞口水，好好笑哦，真的好可怜，他还把味道塞过去给你们吗？哎，那个茶龟屌的。